周汤豪28号帅气出席好兄弟蓝钧天的婚礼。咦，眼尖的小记者发现我们 Nick 怎么肿了一圈啦？前日比完赛变胖了，然后我现在想把它瘦回来。对，有特别怎样健身吗？没有，但是因为我上半年做完巡演嘛，然后参加比赛，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走很多路嘛，但在北京都没有得走路，所以我胖了将近4公斤。现在就是希望可以赶快瘦回来，对。有胖在哪里吗？好像胖在脸，胖在脸吗？比之前胖，比之前胖，对。没事没事，肿了还是一样帅到分手。而今天 Nick 也带来几个好消息啦。那专辑的部分有在筹备，但是我现在时间挤不太出来，希望12月初可以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，对。其实最近还蛮多戏剧作品来找我的，但是因为毕竟我想要赶快发些新歌吧，所以等我把歌发了，说不定会去演戏。对，我们就期待 Nick 的新作品喽。